还有从今天周嘉宾排定的那个议程，司马昭之心，路人皆知啊。找两个民进党的侧翼来练习，奇怪了，那他们怎么不找林卓水来啊？钟嘉宾为什么不找林卓水来？他是看不起林卓水吗？还是林卓水对于国会改革的研究不够深入？专门找那种在整个宪法法庭过程当中帮民进党负责洗地的律师来练习，基于礼貌嘛，我刚刚是没有多说什么啦。但是我觉得钟嘉宾这种作为，真的自己把自己招委的格局给做小了。那是因为觉得这个判决它确实很重要，好，然后里面有很多的论述，有很多的法理，也希望大家除了重视这个结果以外，也知道它的这个理由过程，好，所以因为委员会这边有邀请说，希望我们如果可以协助对里面的内容跟问题去做说明，好，我们认为说，哎，可以过来这边把这个问题一起给理清楚，好，那也听听各方的意见。好，那如果也可以协助到未来修法的方向，我们也会觉得很不错。嗯，会觉得在野党的委员会比较针对性，有这样的感觉吗？今天来到这边？因为其实这个案件本来就是有它的政治性啊，哈，所以在政治的立场上面，大家各自对条文做解读是很可以理解的。只是说，我觉得解读还是有它一定的脉络啊，比如说条文跟条文之间，或者是大法官他宣告合宪或违宪的理由，他要让条文过关的，或者是质疑的。那个主要的法理是什么？好，我觉得这个地方还是可以大家一起来把它讲清楚的。好，所以怎么样让它有脉络，而不会是比较断章取义的呈现？好，我想这可能是大家接下来可以努力的方向。对 ，OK， 好，来，请。委员想请教，怎么看就是民众党未来在2026届取二加二计划会有可能申辩吗？会不会担心护航可能会有窘境？因为其实现在就是现金的名单都被曝光。没有这方面啊的问题，还有其他的问题吗？就是跟那边，因为昨天这个我们这个会会中就是这个聚会，然后那蔡英文蛮热情，那因为郭姓委员他有比较激动，他有提到说，就是说不排除就是政府必要在谈话，要大家去承认，发了一些通知会谈这样的。没有啦，我相信国成委员啦，他心中。过去这段时间当中，一定啊有很多伤心啊、愤怒，跟对这个国家接下来民主宪政到底要怎么走下去的担忧了。那心情将心比心，我们大家可以理解。那台湾民众党是一个会对我们所有的选民负起责任，我们会把国家利益放在政党利益之上的一个政党。而且我们跟民进党最大的不一样的是什么？最大不一样的是啊，民进党是只会开空头支票的巴拉党。台湾民众党在立法院里面，我们每天在做的事情就是在兑现对选民的承诺。我是怎么看就是一个北检监办曹时基案，陈吉仲、林聪贤被列被告传唤，然后陈俊基也现身。哇，拖了这么久，终于醒来了。这代表了什么？代表了公民的愤怒，代表了公民的愤怒啊！社会的舆论啊！我的北检的检察官终于听进去了，放水放了一年多啊，到现在在社会强大的舆论压力之下，才动起来啊。不过我老实讲啊，我对他们的侦办啊，是一点信心跟期待都没有啊，做做假动作、花拳绣腿而已啦。还有其他的吗？委员，你前面是有提到说，柯主席是在那个北京里面，可能多待一天，可能会自我进化，进步能力越来越强的。这个直播就有讲，你何必再问一次？还有其他的吗？刚咨询的时候有说，中州秘书长在这次会招收很多人，他会觉得这一次特地招收秘书长来一个人设什么？哎呦，从今天周嘉宾排定的那个议程，司马昭之心，路人皆知啊。找两个民进党的侧翼来练习，奇怪了，那他们怎么不找林卓水来啊？钟嘉宾为什么不找林卓水来？他是看不起林卓水吗？还是林卓水对于国会改革的研究不够深入？专门找那种
在整个宪法法庭过程当中，帮民进党负责洗地的律师来列席，基于礼貌啦，我刚是没有多说什么啦。但是我觉得钟嘉宾这种作为，真的自己把自己招委的格局给做小了。要有格局一点的话，不同立场的也一起找来嘛。啊，专门找这种出来帮民进党洗地的，真的是把招委的格局给做小了。那至于周外来秘书长，我今天特别利用质询的时间，我要帮周秘书长报去。在整个事件的过程当中，民进党的立委是怎么样透过言语在霸凌周外来秘书长，甚至还对他进行肢体的暴力攻击。现在事件的结果出来了，连民进党自己组成的绿色大法官都不认为在立法程序上面有违宪的问题。民进党这些立委是不是欠周外来秘书长一个道歉？我再说一次，民进党立委是不是欠周外来秘书长一个道歉？还是要厚着脸皮继续硬干下去？还有其他的吗？我想问，就是民进党立委邱志远提想要修反渗透法，有国安局就可以解散政党？那就请他提啊，对啊，看到法条再说啦，哎。立法委员提案哦，是要白纸黑字写的，不是对媒体放话。还有其他的吗？可以了哈，好，谢谢。谢委员。那是因为觉得这个判决它确实很重要，好，然后里面有很多的论述，有很多的法理，也希望大家除了重视这个结果以外，也知道它的这个理由过程，好。所以因为委员会这边有邀请说，希望我们如果可以协助对里面的内容跟问题去做说明，好，我们认为说也可以过来这边把这个问题一起给理清楚，好，那也听听各方的意见，好，那如果也可以协助到未来修法的方向，我们也会觉得很不错。嗯，会觉得在野党的委员会比较针对性，有这样的感觉吗？今天来到这边？因为其实这个案件本来就是有它的政治性啊，所以在政治的立场上面，大家各自对条文做解读是很可以理解的。只是说，我觉得解读还是有它一定的脉络，比如说条文跟条文之间，或者是大法官他宣告合宪或违宪的理由，他要让条文过关的，或者是质疑的那个主要的法理是什么？好，我觉得这个地方还是可以大家一起来把它讲清楚的。好，所以怎么样让它有脉络，而不会是比较断章取义的呈现？好，我想这可能是大家接下来可以努力的方向。也就是因为今天刚好第一位就彭国秋委员，会有觉得有人就觉得网友就敲碗说，是不是两大男神的对决？啊，没有，就是就觉得都大家都很努力做事情，好啊，希望说这个一起把条文修好，好让台湾更好，这样，谢谢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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开始，不好意思，谢谢。好，就先好，可能要从那边。好，谢谢李律师，谢谢。